这个好像啊，没看什打么？错了，啊，stochastic programming 是吧应该是 optimism，？Pro 没啊？错。哦，stochastic optimization and robust optimization，好吧，看什么？就是随机优化和那个鲁邦优化，嗯。然后就是这个的话是在另外一篇论文中，就是那篇论文就是也是之前那个组的论文，就是我在看那篇论文的时候，它有一个就是 DRO，就是分布鲁邦型优化，作为它的那个一个前置工作吧，然后就看了一下这个，然后。它就是解决一个传统的确定性优化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基本的优化问题，我们需要最小化这个 fx，然后在这个 hx 大于等于的约束条件下，我们到可那以个得到一最个小化确定 fx 的解。有一个传统确定性问题，对，是的，对，我对的，们在这个约束条件下得到一个可以得到一个确定的 x 的解，嗯，但是实际上在实际情况下，我们这个就是约束条件中的这个参数 x 往往是就是不太确定，就是它会有一个微小的扰动，所以嗯。我们导致我们取得的那个这个最优解是无法满足这个约束条件的，此时可能这个就小于零了。然后下面就是比如对一个线性规划问题的最优解，然后 x 星，如果此时这个最优解是满足这个约束条件的，那么对于这个 a 添加一个就是0.1%的均匀扰动，就是可以看到它这个对于最后的那个结果的扰动是非常大的，哎，这个话我就来是理它。解一下。对于一个线性规划问题，最优解 x star 和取了等号的约束条件对，就是，，at a 转置是吧？a 的转置乘以 x，对是对，小于等于 b，令这个 a cap 和这个 a 是 a 的0.1的均匀扰动，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对于 a 添加了就是正负0.1的扰动嘛，啊，就这意思啊，加了点0.1的噪声，这样的意思是吧对。？v 等于 max，b 减去 a cap t x star 除以 b 是啥意思呢？就是因为如果没有添加扰动的时候，上面这个值就是刚刚等于零嘛。啊，因为它是最优解嘛，最优解，所对，以。就是这个 ATX 就是等于 B 嘛，正好等于 b 啊，嗯，对吧？然后你啊，添加了0.1%的扰动之后，这它个就不会等于值零，它就是会有一个波动，但是这个波啊，动它是远远比这个0.1%要高的，啊，所啊，啊，以就是说你一个微小的扰动都会导致你在确定情况下的这个最优解 x，嗯。它就会造成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就是波动，活动啊，就是损失就是完全不满足这个约束条件哦，这是给你举了个例子吧？了。对。啊，当我看看啊，他说 probability v 大于零的时候是0.5，这个0.5是什对，么？是 x 什么东西？x star 等于0.5吗？这个哦零点，x 五等于就零点是，五。就是因为这个 v 是取这二者的最大值嘛，然后因为这啊，个对。是正负0.1的均匀扰动，所以它取负的概率都是0.5嘛，对所以对它对，可能是大于零，也可能小于零，所以这个概率刚好哦，是0.5。哦，就大于零的时候，它的概率是0.5。哦，懂了懂了，v 大于对。150的时候只有0.18，然后对，平均的然后话，平均这个 v 是均值就是在1.25，1.25，就是，1.25。对，就是对 A 的一个0.1的扰动可以导致就是均值为1.25的一个波动。明白了，然所以后，它，我鼠标坏了，然后的话就是。然后它就是有一个，就是 robots optimization，optimization，就是以确定性优化不同的是，
就是这个认为优化问题中的参数都是取决于一个 uncertainty set 一个不确定的值，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尽可能最优解，就是这个 uncertainty set 就是，就是刚才的那些不确定的参数的集合，就是还是刚才那个，就是 CAB 就是那一个不确定的值，然后我们的目标就是，就是在。所以我们就是希望是在取到最差的情况下，就是即使是在最差的取值下，就是得到一个，就是最小的那个值，然后这个就是一个，鲁棒性优化形式下的一个线性规划的问题，啊，我理解一下啊。进一步假设参数取值于一个不确定集 CAB，啥叫不确定集？就是，CAB 是三个集合，这个集合里面的三个元素是吗？element 是吗？就是 CAB 就是之前，比如说你的那个约束条件是 HX，就是这个 HX 里的参数，决定这个 HX 参数的那个值。那这边是一个线性规划的情景下，所以就比如说 AX。小于等于 b，小于 b，然后这个 cx 是那个目标函数，所以 cab 就是都是不确定的。哦，我明白了，你这个大写小写，就是比较随意，我才没看懂，这我大概明白了，就。好吧，你上面是这个自己没太打注的，意。下面是那个截图，是不是？A 是个对，矩阵，是不是？对。是个矩阵。然后他的意思说，任意的 CAB 属于 U 都能够满足，AX 小于等于 B，是这意思吧？对，就是希望在最差的取值下，然后里面我们找就到一是个上得到，限。找到上限 CTX 对不对？对，就是最大的。哎，不对，他这里说最差取值下的，希望在最差的取值下，最差的取值下最小。怎么这么难就理解？是，就是它这个不确定的集合，它这个 CAB 就会有很多种取值嘛。但是是如的。果我们把这个 CAB 固定的话，那么这个下面就是下面的这个式子就是转化为之前的那个确定性优化的问题了。就是此时这个 x，就是此时在这个确定的约束下，我们这个 x 我是找一个能最取小到的最 x，小的。对，关键是里面但那个是条因为件我没看懂啊。Super 是指最大吗？这个好像是最大的意思，就是对啊最的，就是最，Super 大化是。这个 CTX。我也印象中是最大化 CTX 的意思，然后满足的条件是后面那个条件。对，就是因为得到我啊，们谢谢。目标情况是，就是这个 CTX 越大，就说明它这个就是越不好，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使得这个 CTX 越小嘛。啊，你们往上翻一翻，CTX 越小是哪里看出来的就是目标函数就是最小的嘛，？C 就是是什需么要，？C 是什么东西C 就是一个目标函数的参数，其实就啊？哦，是这你个往上 CTX 翻一页，相我知当道于这个，C 其实就是这里的 SX。ATX 是不是啊？哪对呀，个？不是它，C 就跟是这这个里 FX。就是哦对于这，C 就是个这个线性优 FX，化里的 FX，对，哦，然后这个好。ATX 小于等于 b 就是相当于这个约束条件中的这个 HX，是这个意思。对吧？然后，好，你再往下一页。对吧？好，然那我后我明白们，C 是什么，C 是我们要的这个 FX，然后 AX 小于等于 B 就是我们的约束条件，对吧？对，就在约束条这个件条下件，使得这个目标函数就是这个最上大。限啊，最大，因为我们是要在最差的取值嘛，就是要对任意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们都此要时有，取的这个是希望最在大最的。差的取值下最小。
但什么叫做最希望在最差的取值下最小就是它要在这个集合中取的参数，就是任意取三个参数，此都要满时，足下面这个条件，对，就是它是有一个集合的，对吧？此时就是最差的取值嘛，那什么叫做最然差的后取值呢？就就是，是。我们对于那个任意的这个不确定集取任意的参数的话，我们是可以得到不同的确定的那个目标函数的嘛？就是任意的这个参数，然后对于任意的 x，我们可以得到就是确定的这个，就是这个目标函数的分布嘛？对吧？它就是可能一个是不同的参数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这个波峰状，然后因为我们要对所有的这个不确定集都满足嘛，所以我们肯定是要是最差的那个三个参数取出来也要满足。我强行理解一下吧，你再往下看一下。我只能说强行理解，我等下再反过来看。然后接下一个呢？OK，然后下面的话就是一个随机优化的方法就是这个 SO 和这个 RO 就是，也是相对的，也不是相对，就是并列的一个方法。就是它其实和这个是差不多的，就是它和这个鲁棒型优化的差别就在于在随机优化下，我们是假定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参数的分布，已然知需后求的分布，如何去安排供给来使得期望利润的最大化？对，这边就我是的妈！举了一个例子，这例子啥呀？例子啥？就是不同的。对，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需求，然后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利润，如何安排供给，然后使得这个利润最大化？其实这个需求分布就是那些，就是这个不确定集里面的参数的分布。你这个 x 是啥？然后你这什么？epsilon 吗？这是啥？For some这个的 RV，RV 话。是啥？这个的话就是那个，就是这个的话就是那个不确定的结合，然后确定 RV 的的话结就是那个不确定集合中的参数，就合。是那 RV 这是个东两西啊？个就是参数呀，不确定的参数，Random value 吗？还是你是不是哪个地方截过来的？就是我看的好懵啊！怎么说呢？这个，对，这个是个，就是确实是，它本身应该是有更多的东西解释的吧？比如说它这个每一个符号是表示什么意思？因为你这一上来我看了这个。我就不知道是啥意思了，因为你跟我说你举了个例子，我举了个例子，我都不知道这个例子里的符号是啥。就这样想就可以了，就不用管这个。就是 SO 和这个 RO 的区别，就是在于这个 SO 是假定我们可以从历史数据中获取这个不确定的参数的分布，然后呢？就是这样。这个其实都可以不用看，就是这个 SO 和这个 RO 的区就别。是通过已知的数据里面，我能得到它的分布。那 RO 对的。呢？RO 是怎么？就是 RO 的话，就是仅仅是得到了一个就是不确定的集合。这是不确定的集合，好吧？你再往下看看，trans constraint。行，哦，对，我先然看一后下后面。这个的话是对于一个就是约束，因为它首先这个 RO 是对于目标函数是希望在任意的。
任意的不确定的取值下都能够满足。然后这个 P 的话就是，就是规定了一个置信度，就是说你只要有多少百分之多少的概率能满足，它就可以了。对，这个就是一个，对，就是一个，对于那个取值进行优化的一个，约束吧，你后就面还说有更吗？加放能宽了帮这助个，理解的。后面的话就是，RO 和 SO 的那个缺缺点，点是吧？对，就是，假设参数同一个SO 的已话，知因的为我概率们。分布，但实际对，中就这是，个概率分布往往不能够得到。对，方法组去估计这个参数，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可能会比较大的偏离。好，鲁邦型的假设通过历史数据得到的不确定性参数的估估计计集集合，合，就希望比如那结果个，在参数啊，你说。对，就是这个，比如估计集合，就比如那个某一件商品它的价钱。以及它那个，就是出货量，或者是就是卖了多少件，这个通过历史数据是可以得到这些不确定性参数的集合的，对，但是这个概率分布其实是无法得到的，就是我们只能去通过历史数据近似化一个概率分布，因此它是会的，出现较大的偏离，就是这边是仅仅得到这个不确定的集合，这个集合它可能会有一个就是区间。对啊，但是那个就是另外一个区间鲁邦优化，然后，我们的目标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鲁邦优化的目标是希望结果是在参数有微小的扰动的情况下仍然成立，但是鲁邦优化其实是要求最坏的情况就是所有参数就是都有1%的扰动，此时就是最坏的一个情况下能成立，所以导致过于保守，因为在实际情况中。我们不可能，就是不太会遇到所有的不确定参数都起到最大扰动的情况，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鲁邦优化的一个缺点，就是它起得过于保守了。我只能，因为我不是，我前面没看懂，但是我这里我只能理解吧，我只能说理解。行。再往下还有吗？我想全部看完，然后再回头来看能不能帮往助下我。的话就是一个后续提出了针对就是这两个问题提出了一个就是分布式鲁邦优化。它的话就是，它就是话对于近似的参数的，就是对于参数的概率分布求一个近似的分布，使得在最坏的情况下最好，就是之前那个鲁邦优化的那个。优化函数，分布式鲁邦优化对于近似的参数概率分布集合，使得最坏的情况下最好，对，就是吧？是鲁邦优化，它不是得到的参数的估计集合吗？然后对，这个分布式鲁邦优化就得到一个，就是分布参数集的概合，率分布的可能的那种可能的概率分布的集合。然后里面选一个，因为它有概率分对。布了嘛，然后它就直接让那个期望值。最坏情况下最好，让这个期望值最大。就是还是跟那个鲁邦优化的目标函数是一样的，就是使得它那个最坏情况就是它得到那个目标函数的期望越大情况下，就是取得那个此时的那个概率分布就是最坏的嘛，就要此时就是要让它最小。这个期望值越大，表示这个情况越差、越坏吗？我都不知道这个期望值表达什就么。是中间那个优化的目标就是得到一个就是最坏的一个概率分布的情况，就是因为如果就是因为它的目标是要得到一个最坏的概率分布的情况，那么我们不就是需要使得就是这个该目标函数它这个期望越大嘛，就是此时就越坏嘛。这个期望的目标函数其实类似像个 loss 函数，是不是？对，它越大那的就是我话，就们表优示化的说目标是嘛。越差，
是吗？对。哦，因为这个目标函数是 hx 大于等于零，是不是我印象中？不，目标函数是那个 f(x)，就是我们需要最小化这个 f(x)。但是条件是 hx 大于等于零。对，条件就是 h(x) 大于零。那你这个 hx 是目标函数还是你说的 fx 啊？我都这有点搞混了。这是条件吗？这个 hx 是条件吗？对，h(x) 就是对于参数的约束条件。约束条件，这个约束条件我计算一个期望，然后这个东西要最大。不对，对，就不是在对，你。是这个 f，是底下这个 f 要最大，是吧？对啊，f 就是那个，就是概率分布的集合，就是 f 就是任取的，就是这个标志就是概率分布的集合，然后对于任取的一个 f 要使得它是满足最坏的情况。哦，最坏情况，这个期望越来越，期望要非常越大越好，越大越好，但同时又要满足这个，有点明白了。但是我同时这个 x 又是要取到最小，对，因为就我是这我个们，对，minimize，因为它是线性问题嘛，f(x) 越小的话，x 越小的话，f(x) 越小，是这意思吗？对，差不多。差不多，确定是这个问题吗？确定是这个意思吗？我但是你线性可以是就是，可以是向上的，也可以是向下的嘛，所以对就呀，根据所那以，个情况来嘛。那哦这个又不哦哦，确定的，就是可以 x 取大，可以取小，它只是情况最好，没有说就是大还是小，就是满足那个目标函数要求。后面还有吗？后面还有吗？后面没有了。那你再往前看一下，那我再看一下。你前后面面这个，后面，这个应该不会。这个你已经理解了吗？这个 robust optimization 和 stochastic optimization 你理解了吗？有什我么对于私参考下文是理献吗？解的。有什么参考文献吗？因为参我觉考得，文献我看了，但是我不太看得懂，因为它你那用这个东有，西的目的是什么呀？这个东西最后用在那篇论文里面是用在干嘛的？这个东西的话就是用来估计，就是不同的那个 subpopulation 的那个分布，就是不同的数据集，我们可能是，不是，就是对于同一个数据集，我们比如说分成那个训练集和测试集，但是我们训练集和测试集可能是，就是取的是不同的那个类别的，比如说如果对。这都是鸟的话，就是可能都是。可能是一种鸟，训练集上是一种鸟，然后测试集上是一种鸟。然后比如说它是建筑的话，训练集上可能是几几年的建筑，然后测试集上可能都是现代的建筑。所以这个就是 DRO 算法，就是用于解决这个，就是解决这个，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我还是没听懂什么问题。你说测试集和数据集，它们数据的类型其实是不一样，是它们的分布不一样，对吗？分布不一样，就是它们的种类不一样。对，种类不一样，那你这个在里面的起到作用，我还是没听明白呀。你用这个优化，这目的是干啥？目的我还没看太明白，说实话。那你这个还是要看看明白。那既然讨论这个东西，你为什么想到去用这个去讨论这个东西的呀？在那个论文里面用到了，是不是？对，就是它前置条件说了，就是，我们有一种就是 DRO 的，解决方案，提出了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哪篇文章？我都不记得你有这篇文章说过这么个话呀。不是，就是我在看的另外一篇文章，哦，是这样子是吧？那你这个，我觉对。得你这样吧，你先把这个能不能讲得再详细一点？你既然要讲这个东西，你就讲得再详细一点，可不可以？就就是还是你觉得他已感经觉，讲得很详细了？我这里面很多那个符号我就
没有怎么看得很明白，所以我就看得好累，跟你前面讲的那篇论文完全不是一个等级。前面这个论文很容易理解，到这个就超难理解。对，就是它，我觉得主要还是数学公式推导上的比较数学公的式也是困难。可以啊，但问题是你直接，比如说你直接搞个 f，我这就不知道是干啥；你直接搞个 x，我都更不知道这个 x 是干啥了，我感觉就是其他的还是挺那个好理解的，就是这一块，就是这两行，就是你这个公式这是个哪里公弄式有来点的？是出你入。到你去查了辅助材料，然后才把这个辅助材料弄过来的吗？不是他论文里面的吧？是不是？对，这个不是。那能不能下次再讲一位啊？我觉得这个我有点，就可以简单讲一下，就是要不你那我把别的论感文觉，关完之后，然后把那个论文拿出来讲好了也行，因为我觉得我这那个论不是文有100多页，啊，是个毕业论文吗？不是个毕业论文，就是是一篇解释这个问题的一个 survey 吧，类似于。我的个妈！但是我怎么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有用，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它。它在我们机器学习里面是怎么用？就是这用法我还是没听明白。我刚才问你怎么用的，你不是你也没解释清楚吗？对，对怎吧？么用的我倒确实那你这真的要再去了解一下，你怎么用的你都没搞明白，这个是不是？好不好？行吧，那先今天先到这，今天先到这，先把我搞清楚，好吧？好吧。OK。后面。